我的铁道的下班车要不在2018年2月16号台南站16:02首班车是37514进入三二线考三人的区间的。哎，要买新圈的嘞。500型区间车，375一次进行三轮进行三轮的600型，4辆组区间车。哦，没有，600型区间车。ENU614区间车冲往。哎，哥子终于回来了，因为600型全车冲往37514，叫三人进港，三人用6144辆组全车冲往驶进台南站，下一站保安，原谅不改。